这不啥事装就好了吗？不得放一下，这是我们给你的惊喜。哎，惊吓呀！天哪，金剪裁德，金如开，不进财源，滚滚来！结账！哇！浩瀚海中有你有我。 也许是我不懂的时代多。今天这么热闹，我们必须得热闹热闹啊！对呀，你喝茶吧，我去安排。我。等你。这怎么了？我义务小伙伴刚说了吧，没得啥事行吗？老板，有你快递。 这是我在左下角游戏里绑架那个苹果14，你帮买的吧？你咋还能给他领？上次我们几个不同左下角领到14了吗？就他慢没领着，那回新活动给他领一台。那我也想要台新的。去左下角领呗，新活动领完的还能领，和上次一样，还是去左下角下载注册领，拿14就两三下的事儿。这次领了手机，打包让你跟着我点儿。 听我的，先穿雷霆领地，待此下法剑，战力猛增，保证对面站不过3秒。好嘞，那你得带着我呀。那你别拖后腿啊。老板，再剪彩。啊，你有病吧，三哥？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啊！都是惊喜，都准备完了，还剪啥呀，嫂子？一帆风顺两路进，三阳开泰，四季财，太阳。你烤个羊这费劲呢。哇！ 上钱来吧！心想事成，鸿运到，金州拱门，富贵来，剪彩。今天这一天我竟然剪了，啊！不是啥事儿又整羊又整猪的，就是庆祝一下。你给我上油！ 把这半拉鸡翻开，做个杀猪菜，他玩的狗条下锅里，剩下的肉给他们翻了。葱姜料酒去腥，大料炒股花椒，虾仁五花肉，五花肉去骨起一样，难受的包片儿。狗条炖凉水之后，把酸菜浇里头，虾仁切好的五花肉，虾仁水肠。 你知道我茶室装修花多少钱吗？不要。啊啊！我茶室装修花不到10000块钱，你今儿安排这个景儿，又整着。<笑>对呀、啊，你茶室没花多少钱，你把钱拿出来是花呢，大伙都吃上了。你这不相当于吃个茶室吗？这不过年，不过节，身上都没啥蔬菜了。主要是剪彩。 用它的剪彩，剪彩完你不能扇人，你不能浪费啊！人家买那个猪肉，三哥，都按斤要，你们按半买啊！这是还买少了呢，正常都买一头。三哥，我10年前结婚的时候，你不是穿那个西服过主持吗？开动吗？当天雨很大，跟你三哥交成了说话。<笑><笑>那天我去了呀。要不你发际线为啥也那么高？ 我拿我发际线，我这抬头纹。哎，金乌长角，不能想玄机吗？你瞅瞅人家肌肉好吗？你真的跟人学一学。你看人家，哎呀，明天让他过来再烤呗，然后我再学一下。你先把冰箱吃完吧。哎呀，这不，我不睡觉。 随时，尝尝，我吃不了这么多吧，干就完了，相信自己。哎呀，有点大。
杀猪菜没人吃的呢，那我们辣碗扣呢。原来我是最中意这一口啊，看见国马，我绝对没放。你先给辣椒油更低了。啊，杀猪菜得先吃雪雪雪的嫩，你得吃酸菜，你得吃酸菜，蘸点酱。哎呦，埋挺深呐，这是啥呀？哎呀，啊，这大骨吧。 我吃完你再吃，不好吃，你还说谁也不会给我抢骨头，你白长。阿南，吃骨头我是一绝，谁也吃不过我。木，出门吧，拿手拿着吃啊！那公司为啥不养狗啊？狗都干不过你，没吃。